那在4年前，三遍妈祖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就是梦到就是有大大小小的小朋友在跳舞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我的梦是不是真的？那我就飞奔去三遍妈祖宫问妈，三遍妈祖说，是不是希望我聘请一个大大小小的舞团，然后出巡的时候表演给他看。他连续给我3个圣杯。那这个老师就是为了圆我跟妈祖的梦，所以今天就有特地来演。对对对，然后已经训练他们招生小班，招生了2年。Show!
小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命中白山渡马走。小朋友在跳舞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我的梦是不是真的，那我就飞奔去三边妈祖宫问妈、三边妈祖说是不是希望我聘请一个大大小小的舞团，然后出巡的时候表演给他看，他连续给我三个圣杯。那这个台南南风艺术表演团啊，我跟他接洽今年是第三年了。那我在这途中是发现三边妈祖跟白沙屯妈祖非常照顾我们国家的幼苗，那我3年前就跟他们预定好说我会连续聘请你们3年，但是你3年的时候要给我小朋友，那这个老师就是为了圆我跟妈祖的梦，所以今天就有特地来演。对，然后已经训练他们招生小小班，招生了2年。